那么熟那么好，韩国瑜对你也尊敬有加，因为你在上次他选举的时候办三山造势办得非常成功，你也有恩于韩国瑜，所以你是不是他如果你开口要他帮你忙，在初选的时候为你站台，哦，那个声势可能完全不一样哦。他现在行情那么好，那你会不会找他帮忙？那这到时候看情况需要嘛。我想，我只不过说，我曾经讲过的话，斯人孙不练，所以我们帮他一条小忙，那不必在意这个。但是我讲过，我们两个人是心意相通，心意相通，而且心意相通就不必多言，一切自然放在心里过。那当我情势一到，需要他帮忙的时候，那时候当然一定，任何人都要去拜托啊。我讲，我们这个整个社会是君臣佐吏、公卿将相。升到侠客，就是等于三教主，每个人一张票，我们也要去拜托他，对不对？你在红尘中嘛，每个人都是选票，该拜托他的时候就要去拜托他。孤峰顶上，人家朱立伦人家去抢亲了呢，红尘让你啊，朱立伦去抢亲了呢，所以韩国瑜到底是挺谁啦？我们心里相通嘛，只能够这么跟你讲，我又能通到什么程度嘛？因为你国民党放出两阶段初选，你是站出来反对的。你说时候到了，他就来帮你就对了。当我去拜托他的时候呢，他那一票我会去投给朱立伦。敬请锁定《新台湾加油》。